大家好，这是美国南加州卡斯拜的夜晚，春风清凉啊，穿短袖是有点凉的。这旁边是那个高速路78号，圣地亚哥，洛杉矶。高速路上是挺热闹的呀，热闹非凡呢。这次逛墨了，逛完墨就可以走了，回家了。遛墨，有许多退休的老人喜欢遛墨，在墨里转来转去，然后回家吃吃饭，或者在墨里也有中间也有餐厅。中餐呢，西餐呢，各种餐厅都有。墨里也下雨也淋不着，刮风刮不着，所以是他们锻炼的好的场所。这是上夏装，也有冬装，这种大衣，这边有裙子。逛逛商场可以放松一下啊，玩具组合，然后眼镜商店，这边是包，女士的包，各种包，挎包，女士一生中要有许多包，这是包治百病的包，这个图案看着不错，画绘画一样。这是包呀，包包这么多，这么多的包包，哎，不同的包包。